新面孔，第一次来我专场的举手。哇，也蛮多的，谢谢推荐，谢谢推荐。一年多嘞，从上一次的专场到现在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什么？都在听我的歌？你说的哦，等一下都要有背歌词吗？哦，等一下麦克风会堵到你的嘴哦。<笑> 好了，其实，我很开心。其实我觉得今晚，是一个很特别、很特别的一晚，因为我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在这边度过我29岁所剩不多的日子。因为我下礼拜就生日了，所以很开心在29岁的最后几天可以和大家聚在这边。那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特别、很美好的夜晚。 然后也将会是一个很难忘的夜晚。这一场演唱会其实。 最一开始，它的命名是由旅程这个 idea 出发的。那不管是在生命中，或者是在你们想要追求的理想，然后它都是一个旅程。那其实每一段旅程都有它的一些波折。那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就是虽然我的成长，我的家境不算宽裕哦。 但是，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很大的自由去飞翔，所以我觉得这点就很足够了。然后，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边，也是有很多家里面人的牺牲，所以我今天才可以在这边很荣幸的唱歌给大家听。我曾爱过的。 感动的每一刻，保留。
刻刻将我放心上。我的爱呢？我这就要渡月了。谢谢你铺花我美丽的人生。请把我生命遇见的每一段你都深深爱过的，他们都是其他的情感让我出来，让你的生命完整。伯尼生日快乐！生日怎么可以没有蛋糕呢？谢谢包特。好的，我们在你的生日蛋糕前面先许个愿。好。今天真的很特别。然后我觉得懂了这个主题，还有今天唱的歌，真的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深刻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进去，但是这个歌单是一直想一直想，其实 很早的想法把这一份歌单的排序还需要向别人来听。谢谢你们，不要弹、yeah. 那么碎裂。我先许愿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愿望，可以许几个，然后几个可以讲，两个讲出来，两个好，那一个我先自己讲。好的，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亲爱的家人们，我知道，我们家，没有很顺遂的一路上，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在帮助彼此，然后服务彼此，然后不断成长，然后也谢谢我父母，他们从很固执变到很愿意去听我的想法，还有可能年轻这一辈的想法，然后他们也自己做出很大的改变，所以谢谢他们，愿意保持这么开放开明，潜移默化的也塑造了我的个性，保持开放开明，我希望你们也是。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真的都健健康康，然后工作一定会有很不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，但是我觉得在我30岁而立年就有，你会不会手酸啊？来，好 ，OK，
就我也想把我今天这份感动传递给大家，就是我觉得不管什么年纪都会遇到一些出口吧，想要找到一个出口。我觉得三十岁是一个就三个十年，就是我在这个世上这一世活了三十年，其实我听起来觉得蛮不可思议的，因为我自己内心我觉得我好像还十八岁一样这样子。然后回头看也有发生很多事情，经历过很多事，但我很开心可以现在选择用音乐这个方式来分享我的经历，分享我对生命的看法，还有我一路上对生命的一些理解，然后透过音乐，透过歌词，透过我的唱分享给你们，这是我最大的荣幸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健健康康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很勇敢的去面对，然后所有的解答都会在懂得那首歌发行后要记得听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吹蜡烛哦。真的要吹，因为快要灭顶。好，吹喽！你们数一二三，好不好？耶！魔力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康特，谢谢所有。